蓝猫专业抽泳装五张是不是？吼、哦，开玩笑，你不要跟别人说，到时候大家都来找我抽怎么办？因为会亏钱，小声啊！嘘，阿娇娇，你有没有重载游戏啦？你现在重开你的 FGO， 你的护肤要不要抽？都抽对不对？护肤我帮你抽十个啦，可是我怕你帮你抽十个你就抽完了嘞。你看，风魔小太郎，你看他说全都要啊，他说全都要啊，风魔小太郎就是其中一个好不好？再看哦，继续啊，聊天室继续啊，问号啊，问号啊，啊不怎么会问号？啊，昨天我抽自己怎么不是长这样？天伦，我们永远是朋友，你不觉得阿娇娇超好笑吗？他就是那个看到心动的女孩会说我的心脏跳了一下，但他的手并不是放在他的心脏那边，是放在他的胯下。阿娇娇，不枉费你当初被蓝猫嘴那么久，还被做成精华消费。哎，不能这样说，我哪是嘴啊？真诚的建议好不好？真诚的建议，刚才讲说耳机要买啊，要小心啊，不要乱来啊。什么真诚消费？说什么说什么？你看他说有出货都是好建议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不要拆散我跟阿娇娇之间的友谊，好不好？琴布基跟卡米拉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你进来语音跟我讲，你进来语音跟我讲，我在语音等你。喂，我的轮啊，我的胶啊，笑死啊，笑。都拿走。笑开怀耶，哇，抽到五张这么开心啊，抽到五张这么开心哦、啊、我们的友谊的小船是很坚固的、啊、还没有破裂啊，还没有破裂是不是？我们的友谊的小船它绝对不是那种什么铁达尼号那种啊，它就是那种军舰级别的啊，军舰级别是不是？谁想拆散我们，我们就对他开炮、哦、我把那卡池炸烂。你现在就帮我装圣经石，把那卡池炸烂。没有问题，我现在帮你装圣经石，装上去，发射，发射。哎呦，你看这张，来一张，这一张啊，可以，对，很棒啊。这个嘞，来一个，这我没看到，这一个可以，是不是？哇，就只有这一个，哇，我们的友情怎么可以这么坚固啊？哇，这一个嘞，哇，什么都有嘞，还有啊，还有，哦，有奶子，我看到了，两颗鱼雷。两颗鱼雷，就是要这两颗鱼雷。还有两只啊，是不是剩一只了？我们是不是剩一只了？对，剩两颗飞弹，剩两颗飞弹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打下来，来卡蜜拉，直接带走，来带走，掩护射击一下，可以，收到了，哎呦，五星礼装又一张哎，可以，很棒，可以，这个十抽有五星礼装，赚了，友军的飞弹就是要这两颗。哇，你怎么嗨成这样？五脏这么爽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再给你抽到一个五脏，你会怎么办？可以，抽光！我们今天火力全开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再保留，没有再保留，是不是？那火力全开，再来一支！火力全开，哇！行不行？保了！可以，太棒了！哇，你连五星礼装都保三呢，我待会就帮你五星礼装也保五，让你活动好好打。好，活动好好打，那当然要好角色。一定要！再来一支行不行？保三。摸一盖！哇，你的十连保底是四星角哎，我天！是吗？我刚看十连保底不是阿桑吗？没有啊，每一次都有一个四星角哎。看错了！有了！哇，太神了吧！哎、这什么？太神了吧！不是啦，怎么击中友军？怎么击中友军？别闹啊！别闹啦！这只你等一下帮我把它叠卖掉，直接卖掉。这一只我卖过很多次啦，直接卖掉。那这一只呢？这一只，再来一只，我们再来一只，我们再来一只。卡蜜拉现在全部都有了，好不好？有了，哇，我们大丰收哎！大丰收，你现在这个军舰已经直接变成海岛等级了，我跟你讲。真的，我们杀红眼了，把他们全部打死。Kill the spring！不能停，我们好哦，我们好哦，我们要打满雷霆的，我跟你讲。可以，我感觉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个五仗？一定要，没有下当的道理啊！没有下当的道理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很贵。你熊联盟打太多了。我们现在很贵，我们心脏很高、啊。我们现在1000呢、欸。对啊，不能随便沉船的。哎、欸，你礼装保五嘞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注意啊。你礼装保五啦？可以啊，那个礼装哦。哦，你刑部机怎么已经保释了？可以，哇，我好开心呐、啊！哇，你真的好开心呐、啊！仙伦，我就知道我们这个友谊关是正确的，是正确，还有不正确的友谊是不是？我们关是正确的朋友啊，仙伦！
没有问题啊，我待会再帮你抽一个五脏出来，我找一下五脏在哪里，绝对难不倒你。我能期待吗？我能期待吗？可以。我跟你说，待会只要来两个五脏，你就保三了。可以。我们还要再一个刑部机，保五刑部机，刚刚好。我们今天这个情况，真的让我不期待都不行啊！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真的不期待都不行啊！可以，我们很欧，可以。昨天有一个参哥，那个太空人的，他一单好事啊，我们是六十坨。我们做普通人就好了，那外太空的打不到，我们没有火箭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火箭，军舰的火箭打不到外太空，我们打不到其他人就好了。我们的军舰没有飞行功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是太空梭。我们没有办法剩下石头宝石，是不是？你要剩下石头宝石哦，这么拼啊？有梦想是不是？有梦最美，希望怎么样？香水，梦里什么都有啊！我很久没看到。希望就要相随的，我跟你说，太爽了！事实证明我们的船还是有飞行功能的。那你知道，一只不够，再来一只！我的天哪！哇！你看过《贪哥》《石抽宝二》？那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账号里面看过？不行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心脏好痛，哇！我的心。你的心脏也在跳，是不是？啊！继续抽，是不是？抽完，拼宝石，是不是？怎么可以有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啊啊呜！你知道变狼人了是不是？我看了这么久，只有看到干天啊的时候是哀嚎开窗户的。今天我居然没有开窗户，我居然不是开窗户那一个。那是因为我什么？我专业抽五脏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后面的不用看了，直接抽就对了。不要再犹豫了，那个直接出货，不开玩笑。出货，最后三十抽。阳台给我砸烂！阳台怎么砸的？你他妈！快将阳台给我封起来，用不到。不要去看那个阳台，我们根本不屑一顾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缺一个刑部机，帮你刑部机保五，卡蜜拉再来一只，这样卡蜜拉保二，刚刚好。可以，我跟你讲，刑部机行不行？一定行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受不了了。来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的，一定要来，推土机开出来，再来一个三条线，拜托。哎，你的五星女装率也太扯了吧？你这样几张啦？好夸张哦，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营运知道，营运知道你的癖好是不是？他知道我是匈奴人，匈奴人，他明明就是屁股。哎、欸，你没看那个吗？碧蓝什么海的屁股只是胸部的替代品、啊。屁股只是胸部的替代品啊，那没什么。但我在我眼里，他就是胸部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就真的是胸部啦！我的天，真的是胸部。而且那明明就是监狱学员，你在说啥？监狱学员不是，然后不好意思记错了。而且是胸部是屁股的替代品啊！胸部是。先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。当然他今天讲那个，是因为他的兴趣是屁股，但是今天我的兴趣是胸部，你懂吗？我们石头不够嘞，石头不够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看看。你这样几张？你这样一定很夸张，一定夸张的，我跟你说。哇哇哇哇什么？十张，刚刚好这个数量，十张各十张，刚刚好哇，这个精算。直接把这个数量都算好了，这是大笑，太屌了吧！不多不少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不多不少啊！不多不少，不多不少。这个精算，哇！说你是那个数学系出毕业的，我都相信。哇！你看这个三只，哇！受不了了，哇！怎么搞啊？600颗三只，这你敢信？34个基地的，你知道我多少才三只的吗？我好像五六单的时候才三只的，难过的事情我们就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，是不是？我对，因为你有没有听过，记忆是那个痛苦的根源，你记得越深刻，通常都是你越痛苦的，所以我没到释怀。好，我把账号还你，可以。来，太神啦！太神啦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永远是朋友啊，仙伦。没有问题，我这一次我又了解到了，原来抽卡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！抽卡绝对是开心的，好开心啊！帅哥，你害得哭噜。